好，我们来玩一下暖雪吧。这个是试玩版哈。哦，它就像这样，有点像那个有一款手游叫什么啊？烟雨江湖，蛮像烟雨江湖的。哦，嗨，我们看一下这个。哦，这啊，操作蛮流畅，可是人物有点小，对我这个眼睛不好的有点吃力。那我要怎么攻击？哦，空白键是冲刺。啊，攻击要怎么攻击？他没有教。对，这是单机游戏 ，Steam 上面可以下载，目前是体验版，所以大家可以下载去玩哈。那我要怎么攻击？按滑鼠左键哦。哎，他蛮流畅的。然后嘞，打他！这操作简单，我可以，可是没有剧情啊。我其实不太喜欢用摇杆。不要打我！不要打我！其实蛮血腥的哈。这是什么？我怎么过去？这里吗？屁的！哦，发射飞剑，怎么发啊？我怎么发？哦，右键。哦，所以是呢。哦，拿他的，他们射箭嘛，对不对？按 R。哦，是这样子哦，射出去的箭可以再按 R 回来。哦，右键是放招式的意思。OK。哦，左上角那个图案就是我的武器的意思哦。OK， 看懂了。没有剧情哦，还是体验版没有剧情。按 R 可以召回来哦，狗骨头哦，大骨可以增加我的能力。按完之后可以，哦，可以拉回去。这个好了，这样就好了吗？使用生物技能，按 Q。哦。所以大骨是一个圣物，我不能跟他讲话，怎么了？我可以按着哦。那什么东西被我砍掉了？瞬身。Hello, Leo。好，那这样子今天可以玩完哦。顺身应该可以直接躲攻击吧。我这是 boss 吧？我看到 boss， 这是什么？感觉有鬼哦！怎样？哦，朝拜。哦，七剑修罗，在你发射飞剑后，使你下次攻击。哦。
强化近战攻击敌人的时候，还会使剑反，失去飞剑能力。那选这个好了。哦，这是强化我能力的东西，对不对 ？OK， 然后嘞，好，我们打开了。那这个呢？这是干嘛的？好，管他了，不管，走。结果他不是 BOSS， 畜牧狼之章，断龙脊外围。可是他都没有告诉我这个背景或干嘛的，这个故事背景是干嘛的呢？我猜应该是体验版的关系，所以没有对话吧。管他什么游戏，玩就对了，至少不会让我无聊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哦，哦，我看到有选项啊，出现了，出现了，是不是这个 ？Roguelike 有没有？终于出现了，就像我们天津姐手游泰斯爬塔一样，要走上走下呢，走下好了。我这个人哈，最喜欢从下面攻击了。啊，可以带回去吗？哎，不行。没有什么新的剑或什么的，是什么？哦，等一下哦，那这个，哦，哦，我看懂了，它可以收回去。哎，那我。那这个是干嘛的？这个是干嘛的？什么都不知道。契约本来就不好打，所以我一直不想打。好，来继续。老实说，他这个画面还蛮精致的。可是没有剧情就很无聊啊。打这些东西会有拿到什么吗？好像也没有。那为什么没有剧情？希望是因为体验版的关系啊。体验版可能那你就是打个他的操作这样子。BOSS， 一个妹子 BOSS， 他那把刀好眼熟。血太多了吧？哦，哦，药葫芦，药葫芦，有点像滋长哦。怎么了？哦哦。到哪里？哦，哦，他把我吹到旁边，晕眩就对了。哦，看懂了，看懂了。欢迎欢迎！
哇，这是什么？石曲诛灭。我是要玩那个天珠是不是？哎呦，哎、欸，真的好像哦，让我想到天阶节那个轩辕剑联动的时候，太像了吧？这个石曲剑的时候，近战攻击有机遇将所有剑射出，石曲剑的时候发动一次。那我选中间好了。哦，它就是技能没有固定，就是依照你的选择。然后让你的战力更强，这样。嗨，妹子。磨蹭什么？得赶快出发了。哦，我终于看到有剧情了。然后嘞，出发去哪里？要出发去下一站喽。哦。这可以组队吗？我也不知道哎。我才刚刚玩，我也不知道。我没有特别去 follow 他的游戏的。未来的内容，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下一站始州城。始州城。狼之章，怎么还在畜牧啊？僵尸哦！有骷髅头，骷髅头是代表什么 ？BOSS 吗？哦。是猪是怎样？给他吸两哦。猪缸哦，左边有东西吗？没有。好，走。这边有地图吗？没有，没有地图可以看。哦，又有两个支线，是不是？左边是有宝物哎、欸。那我们去左边看一下。通常我保护的最危险，我就知道。保护在哪里？没看到啊。哦，画面还会抖动哦，还不错。砍一路砍，想当年啊，我双刀虎击。哎呦，他把我喷飞哦。这种游戏大概就这样子。哎、欸，还蛮好上手了，如果他很便宜，可以考虑。哎呦，快死掉了！为什么按 R 没反应？而且我不能存档，你知道吗？
我也觉得远距离那招好像很容易发生那个破。他会不会升级？好像不会哦。是什么？这样，哦。我说该吃个补品了，随便走一个吧。啊，真的假的？死要重来啊？那我现在不能死。这里又是哪里？想到。哎呦，赶快死了。他在吃哪里？他在吃什么啦？他在吃他下体哦！你不要动不动吃人家下体啦！我也要，不是啊？怎么会吃人家下体呢？我的五行剑阵你没有看过是不是？小心他知道我的厉害！哎呦，猪八戒啊！啊！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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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不要死啊！我觉得我不可以一直冲进去打，我就要弄一点那个技巧。呵呵呵，这道领便当的，哎，没错。其他人根本不会领便当啊，狂刀也不会啊，狂刀人气跟叶小菜人气多高啊，跟建军相比的话，但我觉得建军收的算不错了啦。哟，我靠，是这样。哇靠！那个什么啦，好恶哦！哦，又来！我记得当初写建军要收建军的那个剧本，好像是。是什么？哦，你这样这样，到底可不可以补血啊？哦，到，是什么？我到底能不能补血啊？这个给我这个没有用啊，我想补血。好，来，希望我打了一。今天又来找乐子呢。是什么？是什么？哇、哦！啊，这是怎样？我是随便拿一个吗？哦。哦。那我选这个，选这个了。加油啊，英雄！加油啊，英雄！你可别让妾身感到无聊啊！哦，这是要买东西的、哦。这就走了吗？妾身还有点舍不得呢。机关喷口。哦，看懂了。那这个嘞？那是买东西用的。不喜欢吗？哇哦，哇哦！哦，这些人是被冰冻的哦。
然后嘞，我要去哪里？哦，哦，哦，看，哦，哇，哇，哇，怎样？有点痛。哇，跟我拼刀啊！哇，好痛！哎呦！这样也会砍到我。我靠，腰嘞！会死人啊！好死了！这次你又想怎么取悦妾身呢？哈 ？OK， 死掉之后会怎样？此功能将正式版开启啊，所以现在不行喽。这次你又想怎么取悦妾身呢？哦，现在不行啊。对，应该很好闪才对。哈？真的重新开始啊？那我不要玩这款游戏，我不买了。不是啦，那我还是重跑一次啊？神经病哦！我是故意死给你们看的，好吗？终于来了。OK OK。妾身对君可是朝思暮想呢。哦。那这样子，我的电脑不能宕机耶，那宕机就 GG 耶。然后嘞，我要去哪里？那宕机就 GG 耶。虽然我有异象发生。哦，像这类游戏是不是很常见啊？哎、欸，这也不是刚那原本一开始的地方吗？我不会还要重打一次吧？应该不用吧？这样也太累了吧？哎、欸，真的要重打一次？神经病呢？但是我血又变多了。好，我们这边就继续。哦，这边是打狼哦。好像不能放箭啊。哎呦！我们刚刚走下面是一个 女战士，然后这边是一个狼王。对啊，现场。
OK， 这什么？我这次好像多比较多东西哦。这旋风长相蛮好用的。Okay, 你在磨蹭什么？好好好，代表我出发去下一站喽。好好好好好。好，再挑战一次。哇，这次是猪八戒，这是什么？那小，那小小。我靠！完了完了完了！要瞬移打法，瞬移打法，不顺，啊！我觉得我现在血好像变蛮多了，蛮厚的。那爆了一个吗？一个头被我打爆啦！我连续冲撞哦。当我哦，这个太难了啦，100%怎么可能？哦，他每次都会换哦，那可是我可以自己换，对不对？不行，不行哎，你就只能选了就选了。然后会掉地上，这是哦，会掉地上哦。算了，我就不要捡这个了。总算得救了，你先走吧，咱们后待会见。你说那个装备颜色应该要拿，对不对？这不是手游啦，这个是 Steam 上面游戏的啊，不是我玩的游戏都是手游，好不好？我本来是玩单机游戏的哦，手游哪有做成这样子啊？拜托！哎呀，你不要以为看到我玩游戏都是手游吗？这不是。可是这样子我会玩到哪里啊？他总有一个章节吧？我觉得他们血变厚了。哪有？那我忘记初心。使你对生命值为满的敌人。OK， 这个。右左右左右。
而且我没有葫芦了，你知道吗？这个弹珠，这个珍珠，每45秒获得一个。OK， 不要。或顺身的时候获得护盾。哦，那我选这个，有比较好吗？可是我没有药葫芦啦，那就选这个好了。后面哇，救人哦！那个猪猪好讨厌哦。哦，终于可以换一把武器了。当你期待珍珠的时候，你获得的效果加15%。我刚把珍珠丢掉了，你现在给我这个，说我有珍珠的时候护盾会加15%，你在整我是吧？不是，身为一个剑客的样子，我拿了这个小水锤是怎样？怎么办？我刚刚是被表了。欸、很贼耶，太贼了吧！好，攻击力变强了。BOSS 来了吗？哦，又是他。对啊，伤害增加蛮多的。哎呦，换一个环境哦。哦，这伤害变蛮痛的。流哦，书都是流派。受即死，天人强化。可是我会玩。今天又来找乐子呢。灵气草。这就走了吗？路上可要小心啊，英雄。妾身可是十分关心您的。吕坤海的寝房，这吕坤海是谁？哪来的大胆狂徒，胆敢扫了我的雅兴，简直是不知死。
啊。哦，赢了。他还是有结尾的剧情啊，欸，那还不错。花了。等一下。屁呀，啊！我怎么打啊？不是不是，哦，这样，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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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还以为这么简单。屁啦！哦，对对对。这游戏不好玩，而且他写该是怎样？应该这边就结束试玩版了。这次又给我带什么惊喜？我还以为打完那一只就赢了。好了，先这样子好了，我累了。啊，而且我不能。哦，它有一些额外的事件，所以刚刚那个应该试玩版就结束了。那你会越来越强啦，这是。哦，一开始这是飞剑，左边是飞剑，右边是无影，这样。是这样啊，左边飞剑，右边是无影。我刚刚是选无影啊，一开始选飞剑，就是这样可以射箭。我觉得射箭好像比较好。好，大家都这样子啊，好累哦。我猜啦，应该是序幕一张，然后解决的话，序幕打完之后就是可以直接下一张，然后下一张死掉就是在那一张重新开始。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子的概念啊。好啦，那这款游戏先试玩到这边啦。好，就这样。那喜欢的频道就按下订阅两个铃铛，就追踪 IG、FB、Twitch、哔哩哔哩，还有 Discord。就这样。